哟，卖叫你阿去啊，啊，还要跟你截屏啊，啊，你就退休金就弄出来对哇？啊，我是感觉讲哦，这应该嘛会使解决啦。比较讲就是讲哦，会当退休的办退休啦，阿妈人嘛马上有反应，对不对？这头壳赞的对阿妈啊，会当退休的是办退休啊，啊那要袂当退休的，咱来募款嘛啊，一个老师甲募。两千万啊，退休金未超过一千万呐、啊，咱搁加加码哈，可以到一千万啊。啊，你若十个唔甲一亿尔，啊，十个一亿，就是加买十个老师就对了，应该买啊，为台湾独立建国要拍拼，买十个来啊，你免烦恼啊，就是加某三十，某囝三十就对了，讲哎呀，有一点哎呦，就免烦恼啊，啊，钱都一手交人，一手交钱呐、啊，对吧？啊啊！你讲独立建国十个就会成功，一定尔，一个足够俗的啦，非常俗，差不多等于是无限的啦，无聊的啦，对哇？你若烧钱，就几啊百亿、几啊千亿在烧啊，对哇？啊！你一日两亿、三亿、一百亿，嘛要算足俗的独立建国。咱一个国家要成功一百亿，你讲一百亿就有法度完成，嘛是足俗的啦，对哇？啊，我相信哦，咱的社会应该有迄个实力，一百亿、一千亿应该有法度啦。若讲大家讲哦，这独立建国的成功，愿意出钱的、捡的啊，要募集这个钱，不是做袂到啦。我相信不是做袂到哈。啊，但是大家都拢会问啦，敢有效啦，敢有效哈？啊，无做当然唔知啦，无做当然唔知哈、啊。我是感觉讲啊，这六零啊，历年啦哈。哎呀，刚抽奖一个哈，抽奖一个啊，嘉州嘉义来了哈，哎、啊、啦，啊，现在来个，请你来甲大家讲一挂话啦哈、啊。所以其实哦，咱的做法哦，咱即马的廖林丽玲小姐因哈，因、啊、就是推荐来哈、啊、去选举，啊，选举的目的就是要取得资源，啊来帮助独立建国啦啊，应该是安尼啦哈。啊啊，咱是体制外，咱加体制外，唔是讲袂使选举，但是咱爱，哈、啊，的目标同款，咱就是推翻这个中华民国的体制，哈、啊，啊，支持因要选举的人，哈、啊，有独立建国思想的人个支持啦，对哇？安尼，靠我都奋进何止，哈、啊，啊，咱无要选举，唔通定定去要求哈、啊，要选举的人是体制内底人。做袂到的代志啦，吼！像以前吼，社团拢会叫阿扁啊做中华民国总统，爱改国名，安尼是怪怪啦。应该是咱家己改啦，啊，咱来逼伊改。伊就是讲哦，阿扁啊抓起来对哇，吼！啊，叫伊签字讲哦，我已经投降啊，对哇，吼！啊，即马改做中华民，即马改做台湾国，应该是爱安尼啦。伊咧做总统，无可能讲。家己改嘛，对哇吼，所以应该是嘛是爱有一个定数啊，安尼伊较好做啦，对哇。啊，所以因为我后尾拜因吼出国了，爱出去一个月啦吼，啊，所以我嘛会思念大家吼，思念大家，啊，大家爱比较爱拍拼啊啊，上重要就是咱的好朋友，大家爱为着独立建国吼。大家爱较团结，啊，较内部爱较和气的啦，啊，较和气的，莫讲来讲去啦，因为咱人济吼，话就济，啊，拢讲一寡，有时啊讲一寡较无营养的啦，啊，讲啥物人是叫白啊啦，讲啥物人是啥物派系啦，讲迄吼，啊，无啥物证据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无啥物证据，拢加上感情的尔，啊，所以大家唔免去猜测啦，应该安尼，咱得爱有自信。啊，咱就大公无私啊！咱的唯一的目标就是独立建国，所以不管啥物派下来，咱拢甲欢迎啊，拢甲欢迎，免甲计较。伊要来，就是表示讲伊想要来了解咱嘛。啊，伊了解了，伊若知影讲咱是大公无私，伊嘛我都敢破来啊，对哇？啊，所以免惊啥物人来啦，哈、啊！中国国民党的人来嘛，不要紧，张硕文也要来，啊嘛，甲欢迎啊，对哇哈。伊既然若敢来了，表示讲哦啊，伊可能想要改革自身啊啦，对哇，应该是安尼嘛。你爱给伊一个机会来甲咱接触，啊，咱来拢甲欢迎，但是拢爱甲讲，独立建国是咱
台湾的活路，对不对？独立是咱的活路，建国是咱的子孙才有幸福啊！啊，以后选举就唔能够买票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很难来，来的是咱来个讲啊，买票无法度让咱的子孙幸福啦，对哇？啊，都这正确的代志，啊，都安尼个讲，对哇？啊，所以。什么人来拢较欢迎啦哈，王金平若要来，咱嘛较欢迎哈。就是讲哦，爱对起咱家己的子孙，啊唔通想软弱哈，该坚持来坚持，该拍拼来拍拼，对哇？像这应该咱的阿妈这拢会晓讲嘛，就来就照咱普通时咧讲的安尼家讲吼，啊警察朋友来嘛是安尼甲讲啊，就是甲讲中华民国唔是咱的国家，中华民国是流亡的政府。